你早，早上的9:48，今天2020年11月26号星期四，我们环球邮报台北新闻的读者们，台北观察的读者们，台北539的会员们，大家午早安，大家好啊！我是环球邮报的社长燕国荣燕社长，我们一大早就感谢来这边，感谢我们关圣帝君，最近这三期，这最近开了开了4期的牌，降牌2次成功，礼拜六成功一次，礼拜一没中，礼拜二成功一次，礼拜三昨天没中。那么希望今天呢，我们关圣帝君继续给我们降牌，啊，也跟关中山将军马上就要过圣诞千秋。还有我们关平太子，啊，我们非常感谢咸天宫的关圣帝君，啊，保佑我们人民呢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利，阖家平安，也保佑我环球邮报的读者们，啊，台北新闻的读者们，啊，539的会员们，大家阖家平安，感恩感谢关圣帝君的帮忙，啊，然后让我们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利。啊，然后感谢我们中山将军关平太子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我们中山将军，马上要圣诞千秋，感恩感谢啊。